真实的、真正的上师啊，真正有传承加持力，才能够教导密法，让人家得到了益处，有得到了传承加持力，你在修行的方面，你才会有成就。你必须要实修，你如果光来这里听啊，师尊说法，不一定能够有成就。你必须要实际上去修，像念真佛经，我从来不提真佛经的，很少。但是偶尔我会跟大家讲，你念真佛经，早上一遍，晚上一遍，我会跟你讲，因为这个是我的秘密，不可以讲出去。啊，我只是教你念高王经，我很少教人家念真佛经，在我的书里面也是教人家念高王经，很少教人家念真佛经，因为到了没办法的时候，我才会告诉你，你念真佛经。因为真佛经里面呢、啊，是一个真正的金刚上师由他的内心里面流露出来的一个经典，显现出来的自然显现的一个经典，他本身的这个力量非常的大，加持力非常的强，传承加持力很强，你念了、啊、帮助你本身的相应成就啊、哦，相应成就，而且可以看见，可以看见，你可以看得到的，啊，非常有感应的，这个也是秘密啊，啊，你们不要讲出去，啊，这个只有今天师尊那么久了，我很少教人家念正佛经哦，我都教你念高王经一千遍。没有教你念真佛经，因为太多人念的话，太多感应了，太轰动了。我也怕很轰动啊，我很轰动的话，弟子越来越多，我觉得我这样已经很知足了，这一生很知足了，不要太多的弟子，这样已经很够了。所以我不想教人家念真佛经，就是说你确实有了困难，很大的困难，我才叫你念真佛经，早上一遍，晚上一遍。你念了，就解除了你的灾难。